出去吃午饭了。我怎么感觉我就显得这么的肿没精神呢？我觉得主要一个是因为坐了10小时飞机，然后就这眼皮什么的都是肿的，然后再加上如果不化的话就会特别显得肿。哦，我没有忘带卡了，麻烦您帮我拍一下，我忘拿卡了。那我先看这个，谢谢。干嘛一直指着给我？到时候他们又该说了，哎呀都不拍马哥，哎呀多拍拍马哥，是不是都该说这个？我刚才看了好多东西，我都想吃。本来我想吃，看上一家那个螺蛳粉儿，结果他特别不爱吃粉类的东西，所以他拒绝跟我去吃那个。然后我后来看了看，说那干脆吃那个麻辣烫吧，然后就打算去吃麻辣烫了。你站那去跟他一起，你站过去。我们看见一个吴磊的广告牌。哎呀，我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坐飞机，完了就皮肤状态还不错的一次。反正我现在就是只画了个眉毛，所以显得没什么精神嘛，就涂一个大红嘴唇。好闷啊，今天。我们打算先去买一点点。嗯，不是先去吃饭吗？不是可以一起吗？我们可以买了一点点再拿着去吃饭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家周围开了一个一点点，原来这边是没有一点点的，想喝一点点只能跑到国贸啊或者东大桥那块儿。现在终于家周围开了一个，但我还没来过，第一次很想去看看。他看起来有点不太开心，因为他以为我们可以直接去吃饭，是不是？耶、yeah, 我心心念的麻辣烫终于吃上了，看起来不错，但我觉得我好像要多了。我们刚才还去买了一点点，那四季奶青是我的，奶绿是你的。其实我想喝，你想喝四季奶青？我想喝。 sorry 我忘了。今天是我回国的第一天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去。我今天因为睡得太好，我这个眼皮睡肿了，你看睡出来巨厚的双眼皮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我就把我另外一只眼睛也贴成了一个巨厚的双眼皮，然后它俩起码是匹配的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要去看车，就是现在北京是这样，就是买车的话你不能想买就买，你必须得有一个指标，这指标呢是需要摇号抽签才行。所以呢就是从几年前开始这个政策之后，就是大部分人都到网上去注册，然后进了这个摇号池，它就大概每2个月会公布一次都有哪些人是中了这个指标的，就是系统随机抽签。然后我们是之前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放进了这个摇号池里，结果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然后就中了。中了呢，于是我们就打算把这个指标用了，然后去买车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去 4S 店看一看车，就觉得还挺幸运的，因为有很多人进了摇号池之后可能摇个2、3年、3、4年的都不会中，结果呢这次是我的名字的中了，然后我的那个放进去之后就中了。很多人都是全家一起摇，恨不得七大姑八大姨的身份都放进去一起摇，这次是我跟我爸的身份放进去摇，结果就很幸运的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我的中了。对，然后我给你们看，今天超级晒，我觉得北京真的好热呀，超晒，你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我。比如说
出来都很凉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开完车啦，然后我现在来姥姥姥爷家看看他们，然后哎呀这个门怎么开，我本来想带你们出去看看，就是我姥姥特别爱种花啊什么的，然后他们这个房子有一个小天台嘛，姥姥就在这个天台上面种了超级多的花，然后有的时候姥姥就会自己坐在这个天台上搞搞东西啊什么的。然后呢我们就是一会儿吃饭，然后就点了个外卖，这样一会儿就准备吃饭喽。 Hello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回来的第二天了，我们今天又是早上出来看车了，现在正在路上，然后我今天带了当时618的时候买的那个美瞳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而且还挺舒服的。我们现在在的这家 4S 店超级大，它一汽跟我们来看大众嘛，它一汽大众跟上汽大众都在一起，超大一家店。我们刚去试驾了一圈，服务还挺好的。然后我现在看完车了，我正在准备坐地铁去找马哥，我们准备今天出去过我们的1000天纪念日，因为其实我们1000天的时候是个工作日，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出来约会，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，然后来过我们的1000天。我现在正在去找他的路上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地铁站了，然后刚才我在车上看见他了，我现在要去找他，他好像坐在椅子这儿了，他居然还在拐弯，他都没有感觉到我来了。摆这个臭脸，你们笑起来好。
们又来买我们的必吃食品——激光香香鸡。炸鸡蛋一盒。我俩真的超爱吃激光香香鸡，到哪都要吃激光香香鸡。只要有激光香香鸡的地儿，就一定会来买激光香香鸡。来，拿好你的手。我们刚才去吃饭的地儿拿了个号，没想到还得排队。我们想吃这个，结果要排队，所以但是我们已经很饿了，所以等着的时候就说来吃一个激光香香鸡。奶盖贡茶，算了不了，一会儿那个火锅店里那奶茶巨好喝，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。我们吃上火锅啦，这个是我超喜欢的那个超大杯的这个大红袍珍珠奶茶，超好喝。现在走在王府井大街上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有多热吗？你们无法想象有多热，我感觉我回来这几天我都快被晒傻了，我都要被晒晕了。你热吗？热，太热。我跟你讲，真太热了。我现在站在太阳底下，我觉得我要被晒化了。我回来之后就是没办法待着，我待着三秒钟必开始出汗。我觉得我只能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待着，就是没空调的地方，我觉得我都待不下去，你们懂吗？然后我今天就是穿了这么一个小吊带，然后下面穿了一个波点的这个小鱼尾短裙，下面我们穿的是情侣鞋哟。你竟然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有啊。Anyway， 感觉王府井又新开了好多店，又跟我们上次还不一样了。上一次我们回来之后拍的第一个 vlog 就是跨年的那个时候，不也来的是王府井吗？结果现在又来王府井，只不过那个时候穿着羽绒服，现在都已经穿着夏装了。所谓情侣。然后现在也是很多牌子在打折啊什么的，好想逛街呀！我感受到商场里的冷气了。我感受到商场里的冷气了，我想进商场了。我们现在进了商场来转转，我们来了 ATM， 又来了王府井 ATM。他想吃六层新开的一个什么冰淇淋，但其实我吃不下，我中午吃完火锅，我现在特别撑，而且肚子特别难受。然后我刚才补涂了 Tom Ford 白管那个小小的22号 The Grace， 我觉得还挺日常，挺好看的。这个相机里稍微有点偏粉了，实际上是更深一点的那种豆沙感的感觉，就还挺日常的那种感觉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那个。我现在让他帮我背着我的，毫无违和感，有吗？有吗？采访你有吗？有。我们啊，是不是就这个 soft tree？ 我们来看一下，你们看这个
个冰激凌好可爱，它一直在咚咚咚咚咚。然后我们就要买它这个方茶冰激凌。我们的冰激凌来了，它好长啊。好吃，牛奶的味道超级重，好吃吗？我也觉得好吃。没事，拿一块蜂蜜。为什么不甜呢？因为现在吃的是死甜味。说明这冰激凌应该很甜。对。我们要多色小龙。嗯。要十枚的五枚。十枚的。十枚的有蟹粉的，你想要吗？可以，那个五枚这个。我们的菜上来，你吃吧。好吃吗？这个炒饭真的是我们心心念的。然后小包鸡，我们的饺子呢？啊，在这底下。哦，看起来不错。我们现在呢，晚上准备出来吃夜宵。我觉得夜底下拍的并不好，你看，还因为镜头脏的原因。我觉得因为镜头脏。不可能，你看，我觉得它就是分辨率不行，它噪点太高了。你们看现在多高级，可以在支付微信上买。然后来这儿直接取票，是因为我今天忘带我公交卡了。取出来票什么样啊？就是一般的票。好，像他呢，他直接自己手机里面弄了，他就直接扫他那个码就可以。我们现在出来了，在等地铁，然后准备去吃小龙虾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出来等地铁了，然后。太热了，北京为什么这么热？我都热哭了，我觉得。干嘛？痒痒。过来可以看到我们哟。
闹鬼街了，结果本来想吃的那个湖大那三店关了，反正蒙层布像是装修似的，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着了。反正现在我们要去找下一家店了，是吧？嗯，我们不知道要去哪儿，但是反正因为湖大就有好几家分店，我这辈子不会再卖这小龙虾。不确定，能不能找到一家吃的湖大，如果不能的话，再看看其他店吧。然后鬼街原来特别乱嘛，现在慢慢的，就是政府都给整治了，不让它周边停车呀什么的，弄得现在就是起码这条路还算干净，看起来。我们聪明了一把，到街对面发现湖大开了一个午店，然后我们来发现两个人不用等座，直接就进来。我们现在已经点好了，等着他上菜了。干嘛？